夜在天，是深夜在天，飞上穿过街，明知其实千难万险，我想机会发现，在这个星球里平行时空，越清晰过桥几种，我的一生都彼此懂，其实与谁都是命定错。受到满满的热情。那再介绍一下我们是来自选秀节目《未来少女》出道的紫月光。那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新竹市怀旧金曲音乐之夜。新竹市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好，谢谢大家。这是紫月光第一次来新竹表演，这次也非常的荣幸可以跟这么多前辈同台演出。对，然后后面有事情，大家等一下也可以去。在后面这个，今天可以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准备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，也很适合这个优美的夜晚。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是邓丽君前辈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会唱的可以一起唱啦，一起唱。
我们跟李主前辈致敬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希望会唱的朋友可以在台下跟着我们一起唱哦。大家有没有勾起一些以前的回忆呢？因为小时候我妈妈也常常会哼这首歌给我听，然后我刚刚在唱的时候就其实想到很多很快乐的回忆。那刚刚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歌曲，接下来是不是要来点动感的呢？哦，没错，毕竟我们还是女团嘛，一定要来唱跳一下呀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带来台湾第一个偶像男团的出道曲，那希望台下的大家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哼唱，尽情摇摆，摇摆。Bye.
谢谢。哇哇，大家有没有一起唱的朋友？那有一起跳吗？哦，那今天真的很谢谢新竹市怀旧金曲音乐之夜的邀请，让紫月光今天有机会也可以在这个台上呢向前辈们致敬，然后也谢谢你们台下的热情的回应，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，所以今天很值得给自己一个掌声，也将掌声送给你们。那果然经典是可以连接大家的心，看我们今天虽然有一点小下雨，但没关系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浪漫的夜晚。那哇，加油！对，还在喘，等我一下。那也希望呢，大家不要忘记可以多多关注紫月光，我们的作品跟 IG 只要搜寻紫月光就可以找到我们喽。紫月光未来会继续努力，希望你们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。在最后，我们再自我介绍一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紫月光。谢谢大家。紫月光。